晚安，各位观众，我是廖小军，欢迎锁定今天4月16号在星期一晚上9点为您播出大话新闻。那么主持人郑鸿仪因为临时有事由我来代班。好，今天两个小时的分析当中，观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哈，油工的 key 啊，今嘛冇好 key 哈，灯工的 key 啊嘛，宣布讲5月15号冇要 key 哈，跟那是嘛是爱好 key， 咁咪也是安尼。今日这两点钟，咱来分析讲，政府要跟人民来算账哈，啊，唔过什么人来跟政府来算账？谁来跟政府跟台电来算账呢？台电这个超收，包括这个用高价去买民间电厂的部分，今嘛呢，亏损的部分这个大洞要转嫁到全民来买单。今天出现最新的发展，原来台电的巨额亏损当中，魔鬼是藏在备载容量里头，是这样子吗？在今天现场为你邀请到这位关键人物，那么他对于马总统提出非常严重很严肃的指控，到底谁在五鬼搬运我们的钱让人民受害？涨价很显然是没有道理的，不过这一次呢，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少国民党立法委员愿意站出来那么要求动涨呢？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国民党内部所谓的罗淑蕾们到底有多少，能不能动涨替人民发声呢？能不能透过动涨来教训马英九总统呢？今天我们带你来看滚动中的物价哈，今嘛全民运动，大家都在准备要起价，我先讲一半要起10块，啊，面包呢一个要起5块。本来嘛无偌济，起5块，甚至讲蛋饼吼，一个蛋饼咁要起3块，更加真好笑吼，连这个中小学的教科书讲，只要起偌济呢，24%，安尼咁有道理的，这什么款政府吼？油电涨价好像如燎原星火一样，百业全面都涨了，这到底是连锁效应，还是借机来哄台？啊，政府是免管吼，啊，即嘛稳定物件小组干嘛无用咧困呢？是这样子吗？不过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惊悚的一个趋势，因为今年个今嘛差不多啊四个月时间，国内发生有23起的自杀惨案，其中呢有10名囡仔死亡。会不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一波涨价当中无辜死亡？会不会有更多的孩子可能在这波涨价当中被父母亲来带走呢？我们今天要为你探讨这个现象。其实百姓不好过，头家嘛歹过，工业用电今嘛讲算起来比韩国贵20几%呢。啊，这是在冲什么？会让产业急动吗？加速出走吗？来关厂吗？包括我们看到，令我们觉得真的是创下全世界的最新纪录哈。国军年度的重大演习汉光演习啊，一年嘛才一拜年，为什么派你就总统讲咧演习的时候人没在国内，在非洲忙着做伏地挺身啊，这是在冲啥？创下28年来首度我们三军统帅不在国内，结果忙着在赛跑，不是抬这个米袋吼在比赛，要么就是伏地挺身，他心有在治国吗？好，现场为你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来丁院介绍，在今天早上他召开的记者会，要求减掉应该要调查，要求的是动涨无理，应该涨价无理，应该要全面性的动涨。我们第一位邀请的是前行政院长谢长廷，欢迎您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欢迎院长。那么继续为您邀请的是前时报周刊的总编辑吴国栋。小金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国民党籍立法员罗淑蕾。小金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以及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徐永明老师。主持人大家好。欢迎立法员潘孟安。主持人大家平安。好，资深媒体人钟年晃。小军，各位用钱大家好。以及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助理研究员贺博文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先从早上在今天谢院长带领许多立法委员所召开的记者会来看起。马政府上任4年来，台电备载容量都超过20%。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痛批闲置产能比以前多得夸张。94年我当院长，他们就说，有一点亏。要涨价，所以我当时本来要求降到18%，结果他们说哦，那就差太多，那违约了什么，讲很多哈，最后我们降4%，4%就是降400亿。谢长廷强调，根据以往执政经验，备载容量定在16%，刚刚好。但看看民国98年台电备载容量竟然高达28%，每多1%就要多花100亿元，多出的12%等于多少？国库1200亿元。如果依照这3年加起来，总共台电在备载容量就完全超编了2400亿。这2400亿，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子的浪费的话，那等于现在是不用涨价的。我们是建议说，在适当的时机，当我们系统越来越大，
啊，那这个我们的电厂越来越可靠的时候，可以再把它研究降到15。涨电价究竟是市场压力，还是台电体制有问题？在野党质疑，其中恐怕牵扯弊案，呼吁减掉动起来，独占事业也不该为所欲为。请教是谢院长，是您今天的指控，很显然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指控，你认为它的涨价基础是大有问题。对，你所掌握的资料、所指控内容，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？对，我们这个备用容量啊，因为一般人都不知道，备用容量就是说，假定我们是花的是花电是1亿度，但是所需要的尖峰时间的电量是9000万，那我们就剩下1000万度，那就是10%嘛。但是10%，如果法律规定说要20%的备用容量，那你只有10%，你只好跟民间买10%。但是民间买这个10%，你不能放在抽屉里面，不能储存啊，没有用就浪费了。所以这个备载容量是一个学问。那当时呢，1994年，他们就是要涨价，那我们就是说考虑怎么样哦，要动账，但是。如果说我们去借钱，哦，去借钱说不要账，我们去借钱，那就是会有后遗症，就是国民党哦，他们讲的说，哎，你以前动账，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哦来还原。嗯，但是当时我们不是，我们就是去研究说，哎，这个备载容量20%太高，那他们当然不愿意，那讲了很久很久，最后算出来说备载容量降4%，降4%就降400亿。降400亿是每一年都降400亿哦，所以在我1994年以后的1995年、1996年，都降到16%，然后我们也严守这个16%，都没有超过，那等于省了1200亿，就没有再涨。但是我们下台以后呢，1997年，97年就2008年那一年，就涨到21%，半年哦就涨到1%。那1999年、1998年呢，就涨到28.1%，28%跟16%差12%哦，就是1200亿，当然亏本嘛，这么简单说，哎，一直浪费当然亏本。那这个有没有违法呢？因为电业法39条规定说台电可以有备载容量，但是备载容量是多少呢？当然经济部要指示，或是行政院都可以指示嘛。当时我们行政院院会在1994年10月5号，我正式裁决说我们降到16%。那这个裁决呢，在台电的546次的董事会，台电的董事会哦，正式也有记录，说依照谢院长的指示，我们就用16%当标准，到现在没有改，没有另外一个董事会。或另外一个行政院去否决当时的决议，没有改，都没有改，但是他涨到28%，这个当然是违法。孙院长，我要辅佐你的说法哈，你手中应该也有图表。你说在1995年的时候，你把它定为目标。九十四年的时候已经16嘛，对，就是备载容量是16嘛，对，对不对？一直定在，所以很显然，这个当时决议没有改嘛，这个目标值都应该是16。对。可是呢，2008年。已经提高到多少？21.1%，等于是政党轮替之后，马英九总统上台21%。对，接下来2009年几在8%。再来呢？1999年的时候，民国1999年23%，过来，今嘛到多少？100年，100年这个还没有算到最后，还没有算到最后，是20%。这个增加起来幅度，我记得我把它算起来，你看有4%加上这个，如果增加的12%、7%，2000亿吧，差不多2000亿。哦，可能快将近3000亿哦。对，如果你以1%100亿元来算呢？2920啊，2920，对不对？将近3000亿嘛。对，这个就很实际的流失这些现金、这些资源哦。对，但他没有改我们行政院的裁定，也没有改董事会的决议，那。这个目标值16%，他为什么可以做到？知道吧？所以我是说谁决策的？讲一个理由出来，到现在大家都讲不出来嘛。所以这个应该调查了。谁做这个决策？谁决定要提高到这么高的一个备载容量的比例？这2000多亿跑到哪里去呢？因为他买的当然公司很多了。那这几天包括罗委员在讲的都是子公司。那我们看说他跟这4间子公司买多少？最后，因为这个是台电投资台积电，台积电在投资这4间公司啊，那应该要分钱回来嘛。
这370亿买了370亿，我们用99年做标准，买370亿，台电最后分回来2.5亿。哦，只有零头。你的子公司看个888，你母公司。哎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都控制，370亿，差不多是赚30亿，都控制在10%了。然后他投资32%嘛，所以10亿，37亿的三分之一，这个12亿左右，那扣了一些什么准备金啊，哦，公积金，那么就起来分到这个台积电的时候。你看台积电今年，这个是99年，今年应该是配1.15块啦，那它这个是58.9亿元的资本嘛，应该是5亿股，五亿股嘛，啊，这样子算它差不多是8亿的盈利而已，嗯，8-9亿的盈利，那只要啊，你看它是回来是8-9亿，出去37亿，那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发电成本，我认为这个我研究结果，这个发电成本它都控制在18%，很准呐，啊。都是赚10%啊，这一边也赚10%，所以这一边成本它只要控制，因为这一边就没有办法，因为孙公司嘛，他控制在做投资25.7%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干涉。他说这个不是公营事业，哦，他就跳开了，然后他们就交叉持股嘛，这32%，那其他68%，这个都没有上市，这个是上市。可是台电在这几个子公司，它的持股都是2%-5%左右。不是台电持股，这是台积电的持股。那其他的呢？合资的厂商有，所以功率碳价几？有银行，下面两个探照，有银行啦，啊，有大企业，有台糖啦，然后有外资都有了，工业银行啦，兆丰银行啦，对，兆丰，然后台糖也有，然后还有两家外资，所以这一些都，我认为这个成本哈，就是说他卖370亿，他正好控制在赚33亿左右了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你投资三分之一，我就给你11亿，啊，11亿你公司再扣掉一些，啊，邓老来这里差不多9亿这样。这每一年都很漂亮，这个上市重点是说他是用高价呢，高价每一度的高价一个倍呢。这个高价，就是台电你自己是卖家。你是买家，你也是卖家了，因为你里头有你的那个的持股嘛，行李那也是按来走哈。对，如果他是通通是100%的话，也许他回来就还是赚在自己赚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不是回来台电，我这样跟他算，差不多2亿多了，是，只回来2亿多了。我辅助你这个里头哈，他转投资的国光、新能跟森霸跟新元的部分。你看这个国光哈，台积电持股是35%，它的购电价格每一度是3.98元。好，这一些所谓的中油台电所下来的这些董事长跟总经理，在这几家台电转投资当中，不是做当属定呢，都是做总经理哈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新能呢，台积电持股32.5%，它每一度呢是跟他台电是跟他买多少细抠，台电跟他买多少嘛是细抠，台电跟他买3.72。为什么呢？谁来做这个决策？说用这么高的价钱跟你的子公司买这样的一个这个电费呢？我要求请这个立法委员哈，要他们公布这个契约啦。他们说什么25年，一定要买这个契约，大家来看看，全民我们都可以看的嘛。因为我的理论就是说，跟松鼠过冬一样啦。松鼠秋天就是把粮食放在那个巢穴里面，然后冬天就可以享受来吃嘛。这一些子公司、孙公司，就是当然将来他们要退休要去的去处嘛。他们的家庭大家庭嘛，所以钱放在那里也是很好嘛。听起来，所以五鬼搬念法来，国栋兄，这不是讲五鬼搬，这是叫做标准的掏空啦。但在民间的企业，如果若有一间母公司和子公司去赚钱，钱位置一直塞去子公司，啊，母公司讲我亏本，对大家股东讲我来了钱的时阵，这就叫标准套，这不是干阿靠立法委员工来讲的，特征组你就开始要侦查这东西，不全国人民在看，民间企业哪里掏空，偌济案件大财团都是因为这样掏空案在审判在侦查呢，啊，干阿咱一个国营事业，照社议长安尼在讲的时阵，可怕到什款地步呢？你一度4元，台电成本2.8元，你是安怎去定这个计数的？那咱免想讲，都是台电出去的遐当董事做董事长做总，拢遐无要紧，互你薪水偌悬拢无要紧。你干那赚30几，所有的子公司赚较侪钱，都为什么台电甲人民讲，我一年来了1000几亿？你有法度接受这种讲法吗？
这不是我给他提出来，我咱看讲哦，过去这侪年拢是安尼，不是安尼讲啊。这个小，你来为头算到尾啊。当初小妞讲，当初是什么人甲八仔容量16%，什么人国语国提升到今啊变28%？这电话来去，不是讲会当囥在一家，讲咱慢慢来用呢。你无用就是钱在付予人的呢。迄不是讲石油我囥在，我挖一个石油库囥在一家啊，藏在一家啊，迄电无呢？那为什么当初八仔容量是什么人较好大胆？讲咱今嘛就阁需要较侪，需要较侪一度共买4元，啊你毋是钱付出去啊？所以这个政府到底是咧创什么物件？今日百姓如果讲你无要起价，百姓还阁忍耐条的，你即马话要起价时，无一个理由会当甲百姓讲到底我要起的原因是啥？甲人讲我要倒啊，我一年了偌济？啊，你下开子公司大家赚甲肥肥肥软算啊？啊，台电国营事业，你讲阁国营事业，你是平衡物价？我今日看报纸上爱笑，头版头条哄抬物价。歪风四起的时阵，报纸甲咱讲是政府你带头无？你带头在哄抬物价，你自己在歪风四起啊！媒体拢无去注意讲这歪风是为倒位吹来的，所以我感觉小英这头阿咧讲个，早就应该特侦组你不主动调查里面这个官商勾结，为什么安尼做法？嘿，无公理也无天理啊！罗水委员先来哈，所以罗委员看到这个逻辑里头，因为我们真的很谢谢国民党。有一个罗淑蕾这样的委员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，他所掌握的内容，其实他承受非常大的压力，几乎成为现在各报。现在我看联合报的社论也在修理，你不先改革，你涨价有什么道理？各大报纸媒体里头其实都持反对的一个意见，那当然就是站在人民受苦的一个角度。哎，罗委员，现在逻辑看得出来是这样的，他把这个备载容量提得很高。然后制造说我们缺电，他说来买电，啊买电呢，搁甲你的子公司、孙公司用高价去买，啊钱都是这样搬呢，行李根本是安尼走，可以这样子吗？来罗委员，我想那个民生议题哦是不分男女的哈，大家都蛮关心的，都要站在民众的一边呐。那今天当台电说他的那个亏损累累，那么要跟我们涨价。那他讲了他亏损的理由，他想说哦是因为国际的能源的那个原物料上涨。所以他不得不涨价。那当时我们发现这个，我发现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开始去查，是国际能源没有上涨啊，国际的煤矿煤没有上涨，尤其是它的煤的采购点到底在哪里，现在还是一个谜啊。那个什么，那个比如说今天台电的那些采购人员有到办公室来找我，就做了一个表，做得很漂亮，很好看。我说你告诉我你的煤价嘛。好，煤价买在哪一点嘛？你告诉我，我说你不要告诉你，你中了，你跟谁买不用跟我讲，你只要告诉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签的合约，签约那天是多少钱，那签约那天我们就可以比照当时国际的现货的价格多少嘛，就知道他有没有买贵那个嘛。他还是回答说，哦，这个是商业机密，不能给。我说我又没有要你厂商的名称呢、啊，你只要告诉我说你就合约一、合约二、合约三、合约四嘛。他说有40个合约吧。我说好，那你告诉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嘛，你不要名字嘛。那我要告你，只要告诉我说你签约那一天是什么时候，你买的价格是哪一天，我们就可以查了嘛。好、哦，那说好，那个他现在回去请示，那我看他会不会给了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资料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哎，怎么他有一些店。自己的备载容量那么大，在那个地方不去花电，也就是说你的闲置产能，你花了那么多钱去盖电厂，你看看哦，以前盖的那个花了几兆下去还不算哦，就是他这几年来要增建的哦，你假如说你已经备载容量那么高了，也就是说你有闲置产能在了，你又花了9000多亿要去扩充你的建厂，什么整修你的建厂，那花了这么多钱，那你又自己不花电。那我就看说，哎，原来他有去跟对外面去买电，那外面来买电的话就说，哎，他怎么大部分跟子公司买的电价格都很高，而且是25年合约。你说今天我们明华，你说那个不定期租了，他说25年合约是说，安内计小一度4元会当行20年。他就是因为有，而且他这个他很奇怪，他当时哦说在这个跟民间购电，当然他讲说是因为他认为说民间的效率比较好。台电的效率比较不好，所以他就要鼓励民间新建电厂。那对啊，他说，哎，那个新建电厂因为成本比较高了，那所以他就定一个价格。那他分三阶段哦，他第一阶段是说是用大家来比价报价来比价，第一、第二阶段都是哦。既然到第三阶段是怎样？是说是由台电定价格啊？那台电定价格你怎么定这么高呢？
那定这么高，而且高的都高在哪里？都是高在他的这些关系企业，还要高在那些比较，还是要高在那个什么骂我们说那个被宠坏的那一家，对不对？那对，那你继续看他靠口被宠坏，就是我们被宠坏了，对。那后来又发现说，哎，他的这些跟他民间的这些店长，每一间都赚很多钱，都那个利润都很高哦。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，为什么你自己有产能，你自己不去花店，而且要用高价去跟民间买，而且你跟民间买的话的价格都很高，是造成这些民营企业啊都赚大钱。那你看这些民营电厂，有些我们查不到了，说是也是保密资料了。那能查到了，就能查到的部分哦，他一年你看1999年就赚了175亿，1998年赚220亿。那我们今天要讲，你看看像麦寮。麦寮是台塑的，那那个和平电厂是台泥的，那民生电厂本来是长益的，长益的，可是现在卖给那个丸红，日上丸红。那新桃就是我们大家卖，我们说我们被宠坏的那一家。那新桃不是吧？新桃是嘉惠，嘉惠，新桃是那个日，也是对。那你现在看看就是嘉惠，你看看卖多少？3.65块啊。卖这么贵，应该是他被宠坏了吧？那么你看啊，其他都是他的关系企业，那这些关系企业都是怎样？都是他台电退休的员工下来的。那你看看，我们不要讲别人，你看台麦寮台塑，他1998-1999年度赚了72亿 ，EPS 3.6，1998年赚88.5 ，EPS 4.43。还有你看和平电厂，和平电厂1988年的 EPS 竟然高到8.27耶，所以也就是这些民营电厂3-4年就可以把资本额赚回来的。那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自己有产能不去花电，而且要高价去跟人家买？那你瞧啊，那你不花电没关系啊，你就不要再投资盖电厂嘛。你又花了这么多钱要去扩建电厂，你看这么多年来。他这还没有，这钱陆陆续续要花的哦，要花9000多亿耶，9000多亿几乎是我们国家的预算，一年的1/2耶。那你看看，你花这么多钱去盖电厂，那你今天盖了这么多电厂，很多钱他去借，现在台电的负债哦，1兆多哎，他的负债1兆多，所以他一年利息要付他多少？一年的利息几乎是要付到200亿。一年借来的钱，对，他现在1兆1000多万了，1兆1500，你看借到1兆1570几万，几亿了。你说一年的利息就要多少钱？对，就差不多他的预算是200亿，可是他现在实际付了差不多188亿了，188亿啊。那你看看，你今天你花我们这么多钱去盖电厂，而且每个电厂，比如说那浪费，我们先等一下再来讨论，他舞弊的呢，他弊案重重啊。我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列出10大弊案了，每一个弊案的那个金额都吓死人了。像他那个六书配电厂，一开始的预算是4600亿耶，4600亿里面，后来人家质疑监察院介入调查以后，什么自动降下来，少了多少？少了1200亿耶。那假如没有人去查的话，啊，1200亿是糊弄下去的。包括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个林口电厂，他这个林口火力发电厂哦，预算是1500亿，里面分两部分。一个是那个发电厂本身，一个是卸煤码头，它发电厂是1200亿，卸煤码头是300亿，或大家质疑说它很贵哦，这样大家一直骂。后来那个卸煤码头多少钱标出去了？88亿，可以从300亿降到88亿。那么还够来对，还有利润在，够利润。还有它那个1200亿的那个本厂哦，后来800多亿花包出去，所以你看，只要有人质疑一骂，都那个再更离谱的。他们的预算乱编哦，既然编到哦，钱用不完，还要拜托我们立法委员给他怎样？给他删掉预算，潘委员在经济委员会，对，还要拜托我们把预算删掉。人家很多各部门都很怕人家删预算哦，你要删他预算，我都跟你争的要命。一起来讲哦，拜托，我的预算哈，我家哦，家他吞不落去，到时候你想不想呕出来？是这样的情形。这些数字哈，我们等一下再仔仔细细。包括院长手中还有一些资料，其实我们也强烈怀疑他转投资这几个公司，台积电的持股大概都是2%-3.5%嘛，这一些只是台积电吞得下去吗？我说合资厂商，比如说里头
有没有国民党的党营事业，有没有到底合资厂商是哪些，谈到底像探造，真的显然是涨价无理，人民受害，朝野立委不应该要求动涨吗？不应该吗？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再回来。